PS 港服八月份二档、三档会员游戏现在可以下载了。今天是8月20号，趁着黑之皇悟空没发布，赶快把视频发出来。这月会员游戏还是不错的，一共10款二档会员游戏，5款三档会员游戏。首先第一款《巫师三狂猎》，虽然它是个老游戏，但是它是个好游戏，不买免费送了，支持中文字幕，支持中文语音，是 RPG 游戏。如果你通关了《荒野大镖客二》，又没有什么想玩的游戏，可以试试《巫师三狂猎》。好，下一款《Ride 五》，这是一个骑摩托车的游戏，之前4代进过二档库了。好，第三款《看门狗二》，这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游戏了。然后还有这款《荒野之心》，这是一个狩猎的游戏 ，EA 出的，最多支持3人联机对战，这游戏单机也是可以玩的。好，下一款《咩咩启示录》。这游戏看上去是人畜无害，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肉鸽游戏。还有火影新忍出击，这也是老游戏了，2018年的。这叫假日模拟器，这是一个 VR 游戏，在三档会员里。二档会员还有几个刀剑神域，第一个夺命凶弹，第二个异伴集结，第三个虚空幻界，这还有一个彼岸幽境，这还有一个三档会员的。这个系列我是没玩过，是万代南梦宫的。剩下还有3个三档会员游戏，全都是时空分裂者，是一个射击游戏。好，以上就是8月份 PS 二三档会员游戏，各位觉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这个巫师三不错。